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的方便，念阿弥陀佛，借由弥陀愿力，让我们能够往生极乐国土。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的大方便与智慧，以称念佛名为主。阿弥陀佛是印度梵文音译，中文为无量光、无量寿。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很简单，是男性易行道。我们借由弥陀的愿力，祈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法门。无论是谁，只要你现在信受弥陀救度，专称弥陀名号，愿生弥陀净土，就能够呢得到念佛往生，到极乐世界成佛了，回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，就像我们十方法界台一样，做的是十方法界的事业，就度的是十方法界的众生，那就能够平生业成的，我们修行呢，就能够走到所谓的横超三界啊，能够呢一念啊。能够呢超实地，每天身口意的三业照做，除了念佛之外，依然要修世间善、持戒善、大圣善等三种善业。身心因果信仰大圣就是大圣善，念佛要三道：口道、耳道、心道。念佛要三要：信心、愿行、行持。十方新闻归文许建议，屏东采访报道。